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菩萨问名品》第九，一道甚深。贤首菩萨寄诵第一首看起文殊法常耳，法王为一法，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第二首啊，一切诸佛身，为是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六为一然。这个念首偈，意思无限的深广。我们常常赞叹大经，经有无量意，深广无尽。这两首偈特别给我们显示出来啊。在前面我们学习过，这个一道甚深，一道啊，就是一尘。世尊在《法华经》上说得好：“唯有一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啊，所以说二尘、三尘、啊五尘啊，那么在中国。有显教，有密教，有宗门，有教下，这些呢都是佛的方便说啊，必须要知道。佛教化众生，前面我们看过应机说法了啊，在佛的本这个字份上完全是平等的，平等因果，但是应九法界众生之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啊。我们说佛包括法身菩萨啊，在华严经里面初住以上都是佛啊，分正即佛啊，这天台大师说的啊，分正佛不是相似啊，设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不是分证。那换一句话说，不是正佛。这些我们都要明了啊，就是诸佛如来啊，这法身菩萨跟究竟佛地没有两样啊，遍法界虚空界哪个地方有感，他们都有能力啊去应。那么感应呢，这里头有一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这一桩事情就是佛门里头常讲的，佛不度无缘之人
这句话很重要啊，提醒我们要跟众生结缘。如果跟众生没有缘，你将来成佛了，众生虽然有感，你也没有办法去引，没有缘啊！你应化到那里去了，那个地方的众生呢，不理会你，不愿意接受你的教诲，无缘啊！所以结缘重要啊！佛在经典里面教导菩萨说，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结缘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跟一切众生呢结法缘，跟一切众生呢结善缘啊，将来成佛之后，原教初住菩萨就叫做成佛，分真即佛，他就有能力应化啊，这些与自己结过缘的这众生，他有感了，你就应化了啊。应化的时候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用什么身份啊，没有一定的身份，没有定法可说。因此，真正佛弟子啊，对待人的态度，佛门同学，不管他学的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要知道啊，一家人呐，啊，贤教依靠的经论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密宗依据的经论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你要说我的对他的不对，你不是批评释迦牟尼佛了吗？那叫谤佛谤法，哪有这个道理呢啊，这样错了啊！我们修净土的净土殊胜，禅不行，禅也是释迦牟尼佛传的，那你不就谤佛了吗？啊，谤佛，你怎么能够成得了佛？换一句话说，你心里头依旧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啊，烦恼习气没有断掉啊，反复一个啊。你那个佛法学得再好，智者大师讲，你是名字为中人呐，啊，名字为是什么呢？又名无实，啊，名为佛弟子，实际上不是真正佛弟子，没有依教奉行，啊，那现在说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佛弟子一定真诚恭敬啊，无论对哪个宗派，无论对哪个法门啊，都是真诚恭敬啊，知道什么？我们一个老师教的都是正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平等啊！啊，你们读过《金刚经》啊？《金刚经》不是假的啊！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他经上的文字是“诸法平等”的。那这个范围就大了啊，诸法不但包括佛法，包括世间所有的宗教，也包括一切世间法，
没有一法不平等。所以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才能放下。为什么不平等呢？因为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就变成不平等。那由此可知，不平等是在你自己本身，不是诸法，诸法平等的，诸佛平等的，化身菩萨平等的，这个要懂得。所以不但佛门我们懂得是一家人，其他宗教也是一家人，都应当尊敬。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哪些是诸佛呢？一切众生是未来佛。那我们要问，基督教徒是不是未来佛？是啊。回教徒是不是未来佛？是啊。一切众生皆是啊，蚊虫蚂蚁都是。怎么可以不恭敬呢？这一章经讲一乘法，我们要认真好好的来学习，细心去体会，自然能提升境界，那就不一样了。文殊菩萨在前面为我们问了十句，现在贤首菩萨了，以偈颂来解答。要知道文殊菩萨是带我们问的，他哪有不明白这道理呢？带我们问的。他们两个在表演，一问一答，实际上利益我们大众啊。第一句话，文殊，这是叫着文殊菩萨，叫着他的名字，意思就是你要注意听。文殊是代表我们，叫文殊就是叫我们的名字。法常耳啊，法是一切诸法，耳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佛经里面常讲法耳如是啊，这个法常耳啊，就是法耳如是。法尔如是里头说些什么呢？下面所说的全是的。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记中义理多含啊，故文是非也。文是文字，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字字句句含无量意。那么十首偈颂分为两大段，这个第一大段呢，就是前面这个两首偈，是粗。二季就是第一、第二，应其立宗啊，明真身无二，应是应证，证明，他所立的宗旨
真身无二，化身应化身呢，无量无边啊，真身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精神物质都是从真身里面变现出来的啊，真身叫化身呐、啊。啊，这个大乘教里头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这下一首偈子就念到了。啊，那是真身。啊，前面跟诸位同学说过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法里头说常乐我净呢、啊，那叫真我。这个身是假我，这不是真我。啊，真我找到了，佛门的话呢，就是你成佛了。成佛就是你把真我找到了。底下是余记，就是从第三首到第十首，大起疑难，前面问了这十个难题啊，按照顺序来解答。边应有异同啊，边是辨别，应是佛真身，因众生有感，那佛就有应啊，感不相同呢，佛的应化也不相同。这个同意的道理在此地啊，像普门品里面讲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应以禅得度的就给他叫他修禅，应以净得度的就叫他念佛啊，应以基督身得度的他就先基督啊，先耶稣，你想想看这里面什么叫同，什么叫异啊，应以伊斯兰得度的他就现伊斯兰身，所以我在这个世间呢，接触许许多多的宗教，我跟他们往来都说我们只有一个真神呢啊，他们说真神，我们佛教不讲神，佛教讲法身，那法身就是真神啊，都是法身变现的吗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呢啊，所以不可以回谤啊，如果我回谤你错了，你回谤我也错了啊，为什么一个真神啊，在佛教里面现的是释迦牟尼，在基督教里面现的是耶稣基督啊，在伊斯兰教现的是穆罕默德，用佛法说共同一法身呐、啊，用他们的话说都是一个真神变现的啊，我跟许许多多宗教领袖谈这个问题，哎，大家都能接受，还没有遇到反对的
由此可知啊，这宗教领袖们真的有智慧。你一提，他立刻就明白了。啊，所以我在日本，对我们佛门这个道友们讲话，佛门不同宗派，我们是亲兄弟啊。啊，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亲兄弟啊，要团结，不可以排斥，不可以不往来。啊，我们跟基督教、天主教、啊伊斯兰教、印度教、其他的宗教，咱们都是表兄弟，都是堂兄弟啊，全是一家人呐。这个理念呢很难得，大家都能接受啊。日本的中村康隆老和尚啊，他今年101岁啊，我去年就看他，我们也见过多次面啊。我记得头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讲，他说世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通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他跟我说这个话啊，他旁边的这些弟子们随后告诉我，他说法师，我们老和尚讲这一句话从来没讲过，我们都第一次听到的。老法师肯定啊，观世音菩萨32应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用什么身嘛，应有异同啊。那么这是后面从第三首到第十首啊，这个八首偈答复异同。那现在呢，我们再回头来看呢前面这个两首啊，经初啊，初是第一首啊，初具总印啊，先标文书者谨其听受啊，这是我刚才说的，凡是叫的名字提醒你的注意力啊，那文书是我们的代表啊，就是提醒我们对下面的这个开示啊要特别留意。法常而言，民因果无异啊，法而常规也啊，这个法而常规很不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呢，注意就容易懂了，就是自然的法则啊，绝对不是人为的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像一个树苗花草啊，树苗这个容易观察啊，树苗春天这个树苗我们栽下去了，哎，夏天它就成长了啊，秋天它就开花结果了啊，冬天的时候它叶就落掉了，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法而常规呀！啊，规就是规则，不是人为的，自自然然的。
自然就叫做道。啊，中国人讲道德，自然是道。啊，绝不是人发明创造，不是的，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随顺自然呢，就叫做德。啊，那就是最圆满的。如果违背自然呢，就有灾难，就有祸害。啊，所以大圣大贤呢，教化众生呢，没有别的，就是教给我们了解自然的道理，随顺自然，回归自然。那你这一生，这个生活啊，就非常美满、快乐啊！啊，我们讲幸福美满、自在快乐，随顺自然就得到了。违背自然呢，你就错了。中国我们古圣先贤啊，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啊，他懂得这个道理啊。五千年前呢，就教化后人啊，教的东西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啊，伦理道德。五伦就是道啊，你们想想看，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不是哪个人发明的？是不是哪个人呢立的这种规矩？没有啊，自然的法则嘛。啊，我们要懂得随顺自然。啊，随顺自然就是德。你看，父子有亲，亲是亲爱呀。啊，那个亲爱是自然的，这是德。啊，我们永远守住这个自然，不要把自然啊贬值，这叫德。所以我们细心观察，你观察婴儿啊，小孩啊，在最明显的时候你能觉察到他爱，三四个月非常明显，他爱他的父母他也爱一切人啊，那父母也爱他，这个里头绝对没有条件的啊，完全无条件的啊，绝对没有夹杂妄想分别之处，叫天性啊，啊，这就是法而常规呀 啊圣贤的教育没有别的，这种父子这个亲爱，如何能叫他在一生当中保持不变？这个教育成功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讲呢，这叫制度啊，永远保持不变的制度啊。教育第二个目的是把这个爱发扬光大，知道没呢？知道你啊，爱兄弟，爱家族，
爱邻里相党，爱亲戚朋友，爱社会，爱国家，爱一切众生，这叫化他。自利利他了，自度度他了，这就圆满了。圣贤教育的根本。所以儒家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啊，那个性本善你就从婴儿里去看。几个月大的。不到半岁很容易能看出来。越长大怎么样呢？没有教，没有好好的教，他就被外面环境污染。就起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他就起这种分别心了。就起这个执着了。这就错了。如果我们一生当中能够把这个保持，一生当中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接触的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天真的，这个人就是佛，这人就是法身大士啊，这不是凡人的。所谓凡人是被染污了。所以从这上面去观察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之所以从佛变成了众生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受过好好的教育。把自己的本性本善迷失了。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句清凉大师说，这是总印，就是总书文书法常耳啊。你看一句三个字一切诸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往下呢，于显一相。往下的时候，每一句说一桩事情。显一个相。我们先把这个大意说出来，然后我们再细细的来分析。第二句。法王为一法，法一，一切无碍人呢，人一。我们现在是有障碍啊，法身菩萨以上没障碍。一道出生死，因一，只有一道。一道甚深因业。第二首偈呢，是跟这个是连起来的一切诸佛身呢，果业因业了，果又业，为是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
是实力，无为是四无为。都是法而如是啊，啊，那我们现在一句一句的来看，第一句就是法王为一法，法义。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很清楚，啊，粗句法义，以法常故，诸佛也常。诸佛跟法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佛是能觉，法是所觉，啊，佛翻作觉的意思。能觉，能觉什么？能觉的是诸法，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相啊，明了，通达明了啊，这叫诸佛。能觉所觉，是一。不是二，这很不好懂。啊，佛在经上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的好。佛用灯做比喻，啊，灯是什么呢？是法。灯点燃的放光。光就是佛，啊，光还照法，灯光跟灯是一还是二呢？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是二。没有法就没有佛了，没有灯就没有光了。啊，没有光，没有光也就灯也照不到灯了，也就不知道有灯的存在了。所以，法是讲法性，啊，法性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呀，那个智慧就是佛，无量的德相。这个德相啊，就是无量法界的一真庄严。啊，我们看到这里讲华藏世界，无量寿经上讲极乐世界，大乘经里面讲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法了，啊，是法里面的德相，啊，但是德能相是相好，啊，这三样东西是一二三三而已，决定不能够独立。啊，智慧，德能相好，啊，
一二三，三二一。那么经常还有个说法，发生般若解脱。发生是德，是相，德相，解脱也是德相。你说哪一个是德，哪个是相都可以。发生是德行，解脱是相也可以，说解脱是德，发生是相也可以。这个里面能证法身解脱，要靠智慧，智慧不是外来的，也是法身里头本来具足的，它是一不是二啊，法一啊。一道的大义，就是经上常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义。这两句话我们不会陌生，为什么呢？念了很多遍，华严经上常常看到这两句，可是这两句意思太深了，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一切是一？一是一切，我们没法子理解。不要讲是法界一真庄严了，我们只看眼前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尤其是现代的状况，无比的混乱，无比的复杂，众生生活在这个世界，此时此处啊，活得很辛苦，活得很痛苦啊！什么原因呢？都是迷失事实真相啊！那么这今天乱世，谁造成的呢？尤其是最近，你看天灾人祸。有许多人告诉我，法师啊，天灾人祸才开始啊！我点点头，我相信。我凭什么相信呢？凭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里头，佛常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极乐世界从心想生，华藏世界从心想生，我们这个六道众生也是从心想生，想的不一样嘛。你想善，一真庄严没有一样不善。你想悟，一真庄严没有一样不悟。所以我们想想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想什么？
他就想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想。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去了。由此可知，那个世界的人除了想念阿弥陀佛之外，什么杂念都没有。所以叫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无量光无量寿啊。无量光是自性本具的智慧，无量寿是代表德相。德相里面以寿，这个寿命啊为第一。那无量寿这个福报就太大太大了。我们常讲福慧双修啊，这一句名号叫福慧双修，圆圆满满，一点缺陷都没有。所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念佛果报不可思议。华严经到最后华严把华藏世界给你讲清楚，你能去得了吗？去不了。去不了不是白讲了吗？白讲了那就毫无意义了。变成什么呢？变成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开玩笑，吊口味。明明知道我们做不到，你可以讲给我们讲这样的感受就讲废话。华严到幕后，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个经没白讲你听了这么好的这个佛法，到哪里去？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就是华藏，华藏就是西方，这一接一切嘛，一切接一嘛，这个妙极了！我们用支持名号的办法了，入华藏世界，而西方极乐世界，我常说是华藏的核心呢。最后一招普贤菩萨为我们开始教我们得到华严圆满殊胜的利益没有空说。所以彭济清居士有一篇文章叫《华严念佛论》在近代黄念祖居士有讲记《华严念佛论讲记》，他讲得好我们在海外给他印了很多到处流通华严念佛论所以我也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我学佛对净土没信心对净土有误会，原先认为净土是佛安慰老太婆的，不是真的。我的老师苦口婆心劝我我们做学生的不敢顶撞老师但是怎么样呢？表面上
服啊，心里不服啊。啊，老师也看出来。啊，我们表面上很顺从。啊，学生是不好读。啊，但是这个学生还有善根，善根对老师尊敬。啊，到我自己讲华严经的时候，啊，这是我第二次讲华严。啊，第一次好像在30多年前，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天呢，突然想起来，华严三圣，啊，这是毗卢遮那如来，啊，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这是我们从内心里面起恭敬心的，啊，佩服的五体投地。那天突然想起来，哎，他们两位呀，修什么法门呢？哎，在华严经上读到了，原来这两个人的时候都是发愿求生净土。这出乎我意料之外啊！普贤十大愿王倒归极乐，文殊菩萨也是求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再看看善财童子是文殊的得意门生，文殊菩萨的入室弟子传人呐，他修什么法门？看五十三参，第一个参访的吉祥云比丘，啊，八十华严称德云比丘，意思是一样的。啊，吉祥云比丘教他念阿弥陀佛。叫他波州三昧呀，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头一个。我们知道头一个老师很重要，叫先入为主啊。再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文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们对净土的信心定了啊。你看第一位叫他念佛，最后引导他往生极乐世界，当中这51参，那就是广学多闻啊。无论是哪个法门哪个宗派，我都接触，我都来参观一下啊。参观就我都明了，都懂得，不外行。我修哪个法门呢？还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对于念佛法门呢，彻始彻终啊，没有改变呐。啊，我们才晓得这个修学的方法才找到了。啊，原来华严经的时候，文殊普贤善财给我们做榜样。通通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与华藏是一，不是二啊！啊，毗卢遮那跟阿弥陀佛也是一，不是二。毗卢遮那化身佛，弥陀如来报身佛，再给诸位说，释迦牟尼佛应化身佛，三身一体，一体三身呐、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
法王为一法，所以法常诸佛一常。啊，这个道理要懂，你要不懂你就有疑惑，疑决定对你的解门行门都会造成障碍。啊，所以有疑怎么办呢？要找善知识，啊，要向他请教，啊，请他开示，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这个就是真善知识啊，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愿心，啊，这样才能成就。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10分钟。